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八十经里面说，是淫为不敬恨，迷惑失正道，啊，消火，行消魂魄惊，伤命而早夭。这个跟早晚的早是同一个字，啊，伤命而早夭，这个跟早晚的早是同一个字，早夭，早是也意思不啦？啊，早死啊，受罪玩痴荒，啊，受罪啊，而且，啊，落入这个啊。顽痴就是执着，一种愚痴的啊，荒就是无人之地，那么所以说顽痴荒就是你受罪啊，落入啊是怎么样，要跑到一个没有人而且愚痴的地方，那死了后又怎么样，堕入恶道，无因为事故啊，所以我因为怕这个遭碰到这个女色啊而不能自拔，怎么样，弃家乐三守，守的意思这个少少书写起来啊，这个少不写，这样怎么念啊？大的湖泽或者是草原地带，哎，跑到没有人的地方，跑去出家修行。说世俗人不闻佛法，不知道五欲过患，哎，迷恋这个色欲啊，情有可原。是出家人即舍五欲，一舍掉这个五欲。怎么样啊，出俗为生，那么就应当持清净戒，远离红尘。所以说岂可更犯呢？大度莲说，说入道惭愧人呢，啊，我们是修行人嘛，这入道是有惭有愧人的人呢，啊，是持钵福众生呢，啊，我们持这个钵是让众生来种福田的，云何众欲尘，为什么还放纵自己的欲心，这个六尘呢，沉没在五情里面呢，啊，所以说啊，以舍五欲乐，我们出家已经舍离五欲的乐了，弃之而不顾了，放弃这个五欲而不顾，根本连看都不要去看它。云何还欲得，云何就是为什么还，就是又还有这个欲望，得就贪，还有这个欲望的贪婪呢，如鱼自食堕，堕就是口水，就像愚痴的人自己吃自己的口水一样的，啊，这一段就是我们已经入道有惭愧心的人，拿了个钵来，给众生种福田，为什么还这个种放纵自己的五欲六尘，沉没在这个五情里面呢？我们已经舍离了五欲的乐，又放弃了不去看它，为什么回过来头来又贪婪这个欲望，就像愚痴的人自己吃自己的口水。好，三十七页中间说，生死根本欲为第一啊，你想要了生死吗？为什么不能了生死呢？生生死死的原因是什么？拿你的欲为第一。所以经典说，虽淫欲而生，这个欲就是放之啊，
这个义就是放之啊，虽淫逸而生，不如贞洁而死，就是超性纯正啊，耿直廉洁叫做贞洁，超性纯正啊，耿直廉洁啊，不如啊贞洁而死啊，超性纯正啊，耿直廉洁而死，是一切众生所演脱身六道者，都是因为淫欲未除，妄想颠倒，其中阴身呢？这个中阴身就是人死后到投胎中间的啊，这个叫做中阴身。佛为了怕众生断灭见，以为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连接下一次的身中间，这个叫做啊中阴身。是实持身彼啊中间所受的阴行，这个中阴身怎么样？飘忽不定啊，生大恐怖，在黑暗中只要见到白光，行光而至，见他男女交媾，自己动到淫念了、啊、男则妒父爱母啊，哎，男人呢就嫉妒父亲呢、啊、爱他的母亲，那么女众呢就嫉妒他的母亲，就爱这个父亲，那么欲相争夺啊，疑是这个业事啊所牵，就投脱母胎啊，变成了生根。所以男胎向内，而女胎面朝外啊，处胎四个月才出生，有生一定有死啊，一出生呢 啊有生一定有死，还好碰到佛法，如果说没有碰到佛法，要了生死，这就等于零，这种几率等于零，无量无边的众生想要了生死的，那一点机会都没有，哎，一点机会都没有。你的外道的根本不要想说他要了生死，哎，所以说啊，有生必有死，这生一死皆是由一念淫心投胎而起的，所以说生死根本欲为第一啊。若见他男女交媾，不动淫念，则没有投胎之事，当然就可以希望了脱生死。所以这个是念头，最重要是念头，注意听那个。这个是很平淡，但是呢，你要注意，若见他男女交媾，不动淫念，注意不动淫念这四个字。你要了解佛法，要看经典，要看戒律，要懂得哪里是最重要的。哎，不动到淫念，你内心里面这样想，看到这个男女，那你内心里面你是要去往生极乐世界，还是要继续投胎？你当然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往生极乐世界，你动到那个，你就不能去极乐世界了，那当然要了生死了，那这个有什么好？我这，你想想看，世界上最苦的事情是什么？我也想想，我来世如果再投胎的话，完蛋了，我这个身体还要拼联考，跟人家打对台，对不对？哎，像我们这一出生就穷得要死，读到大学一个月才1000块，来。历尽千辛万苦，哎，要建立一个道场，拼命的讲经弘法，拼命的化缘，受尽了这些工人的气，啊，自己监工，那时候没有徒弟了，自己监工，什么都是自己来，哦，这个娑婆世界实在很不好玩，我觉得很不好玩，哎，啊，那么现在道场讲完了，徒弟多了，那就开始要讲课了。啊，这个病你要靠夹着钱呢，这都会停止的，没有办法的，你停不了的，你一下子这个事情，一下子这个事情，哎，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停止。哎，你行菩萨道，菩萨他就没有停止的，没有说我修习菩萨了，菩萨没有休息的，也没有假期的，哎，菩萨没有假期的，所以说，其实你只要了生死，其实这并不困难，你要想想看嘛。你极乐世界好，还是这个男女的这个淫欲好？你随便想一下，你就知道。那当然是极乐世界好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内心里面充满着智慧，你根本这个连执着都不可能，这个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的。为什么？这个生死了生死重要吗？那他说好，我现在你现在你动到淫念啊，你就算你说哎，我还是享受某一种啊想象。可是那你继续的六道轮回，那你想想看，你来是要做什么？你不知道，你做猪做人你不知道，
那你们能不能听到佛法还是个大问题呢？那么我们今生今世有机会听到佛法，那一次就要把它解决掉。那今生今世要了生是一次就要把它解决掉。我告诉你，这个跟联考不一样啊。大专联考，你说我今天考不上，明年再来；明年考不上，我后年再来啊。这个、啊、来世你就不晓得了。这个不是跟大专联考不一样啊，这一生一世才一次的哟、哦。联考是每年都有举办的呀、啊，对不对？啊，这个是活了40年、50年、80年才一次哦，啊，一次就要解决哦。这次考不上去的话，就不得了，是万劫不复的哟。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娑婆世界的可怕，我告诉你，这个就没有什么作用啊。你没有动到一念，这怎么样？没有投胎之事，自可希望了生脱死嘛，超出轮回。所以要克制那个念头，不能说，哎，我出家我没有这个境界，我就表示清净，不行。连动到的念头要赶快制止。轮论严经说，若诸世界六道中心，你看。注意听，看底下那个十个字，其心不影。还是师父一直讲，那是念头的问题，还是念头的问题，其心不影，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意思就是要断掉那个念头，不能说，我没有这个境界，不行，那一定要断掉这个念头。迎心不足，尘不可住，啊，必使迎机身心俱断呐、啊，啊，身体不影，心没有念。那么断性亦无，连这个执着说我在断掉这个淫欲的念头也没有，所以佛菩提是可希冀，这样对佛的究竟的菩提，这才有一点点希望啊，哎，一点点希望啊。那我们不是说 要成佛吗？那要成佛就是要先做这种功夫。淫欲是生死的根本，罪恶渊源啊，这个渊源是本来是指谁的源头。泛指事物的根源，所以佛出家之人绝对戒禁淫欲，若受戒犯戒，罪加一等，果报无穷无数啊，无穷无数。《智度论》里面说，破戒之人若着法服，法服就是这个啊，这个袈裟啦，啊，则是热铜铁叶啊，铁叶就是用铜铁锤成片状的东西啊，铁片的意思啦。哎，就像热铜铁片一样的啦，以缠就是绕，啊，以缠其身呢、啊。若是钵盂，这个盂就是盛饮食用的圆形的用具，就是盂，则是盛阳容器，阳就是溶解啊，就像溶解的啊东西一样，啊，就像吃这个啊溶解的铜，那要高温呢、啊。啊，几千度才可以溶解这个铜啊，就像啊你的吃，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破戒之人，你吃的三宝门中的饭，就像在吃这个羊铜，所以诸位同学，我们要多念大悲咒，啊，不管你有饭无饭，你想要戒力清净，要多念啊这个楞严咒，啊，多拜佛88佛求忏悔。大圣法里面都可以忏的，小圣当然讲得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大圣法里面没有断灭的，没有断灭的，佛性不生不灭的，啊，道力不要退失。若说但是你所吃的就是吞热铁丸，就像吞这个热铁丸，饮热阳铜，啊，吃这个热阳铜，啊，阳就是融化掉的啊铜。如果来到金色，就像入这个大地。若坐深床，是为坐热铁床上，破戒之罪，其苦如是啊！是故说，假使遇到恶劣的环境，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是犯淫欲啊，可以保全生命；一个是守境界，贞操而死。那么，犯戒行淫欲，虽可得生，倒不如守持境界，贞洁而死。何以故？贞洁而死，保持境界，可以往来人天呢、啊？修成佛果，若是淫欲而生，是戒体上慧命啊，堕落三途，永受巨苦。贪短暂生命，自受多生的受苦，最不合算的。说古时候，印度有一个沙弥，奉师父命啊，到信徒家托钵乞食，刚好他的家人皆外出，只有一个少女看家。这少女啊，想要强迫这个沙弥与他行淫，所以这个出去托钵。攀缘呢、啊，他就会碰到这个恶缘。我们大乘佛教自己煮饭呢、啊，我们自己有炉灶啊，
也不需要你什么，你有什么时候电话一叫就来了，不需要你去外面东奔西跑的，啊，要买东西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哎，所以啊，一强迫沙弥跟他行营，如果不答应，便不给他出门。沙弥被迫无奈入室啊，啊，庇护，哎，向空发愿呢，临死不犯，哎，遂用剃刀自杀而死。其实也不必这样子，没动到鬼来嘛。我绑定归改得了，他也没有办法嘛。你为什么要自杀呢？对不对？我关在里面，你关在外面，我等你妈妈来嘛。你动一缸两缸，一定有人来的嘛。这不需要自杀的啦，对不对？就不需要自杀的嘛。这也不是说你要砍头了，他只是强迫你。那你有力量去跟他排斥的嘛？那你这个既然能够入室庇护的话，那就表示他碰不到你的身体嘛。那就等啊，等大人来啊，那你那不要出去，咱等大人来啊，这不需要急着那么快自杀嘛，不需要嘛。宁可持戒而死，这个是很好了，是不是？不过死的好像太早了一点了，稍微等一下嘛，等大人回来就会处理嘛，不需要这么急嘛，是吧？国王听到这个事情啊，以宝车奉迎师身啊，啊，用檀香木将他火葬啊。至今流芳千古啊，说亦可不介于。偶益大师全集第11828页，见闻录啊，怎么样说？说姑苏啊，哎，姑苏就是江苏的吴县呐，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呐，是不是？啊，姑苏城南濠街有一个人呢、啊。常做阴历，跑到阴间去做差使啊。阴历就是好像是官啊，阴历就是洋人啊，为阴宅啊，为阴府啊。阴间里面怎么样？照例，照例旧时候官署中的差役啊，就像我们现在送信的啊，差役啊，就像我们现在邮差啊送信的，哎、啊，这个照例啊，替官府跑腿的啦。也简单讲就是替阴间啊跑腿的啦。每数日则往值班，每经过几天就跑到阴间去值班了。奇怪，这阴间可能没有人了吧，就不能说派到阳间的人去那边当差呢。那则就是急心急迫的急，则往值班就是急往值班，就去值班。哎，则往就是急往，也是急急迫的急。邻有一人语啊，隔壁有一个人这么样说：“能带我去阴府游戏吗？”嘿嘿，奇怪，什么地方不去玩呢？带到阴府去玩，这还是奇怪。立曰：“这个照例就这么样说，可以。你但静卧室中，你只要静静的卧在啊，躺在你的卧室当中。是家人，是就是好命令。”啊，劝告你的家人千万不要开门，我当带你去，我就带你去，啊，仍送你回，我还是一样送你回来。邻人如命啊，就如命就是交代啊，隔壁的人就按照他的交代，怎么样？卧室中，那就躺在他的房子里面，立即摄其魂，这个照例啊，阴间的这个猜疑的人呢、啊，就摄其魂，就提着他的灵魂呢、啊，啊，摄住他的灵魂，通至啊怎么样？至府城隍庙前，啊，一提啊，啊，来到这个府城隍庙，这个城隍啊，护城的神啊，相传的啊是明宗的判事之官，各地的建庙祭祀的城隍，啊。那么这个环绕城外的壕沟，有水的叫做池，没有水的叫做黄，所以这个城隍啊，简单讲就是我们所说的保护神呐、啊，护城的神呐、啊，护城的神叫做城隍。在城隍庙前，主令站立啊，石牌楼下相待。你等我一下，等一会儿。主令站立，你站好。这石牌楼，你等一下，石牌楼下，这个阴间也有
米奇萨孔斯拉布的，要不然怎么知道石牌楼下呢？对不对？这阴间也有这个米奇萨啊，米奇萨就是孔斯拉布的钢筋的，可能科学比我们这里更发达了啊。字乃自己啊，乃持文，持文书啊，入庙前，所以好像送信的吗？像送信的邮差一样送到那个地方去啊。邻人待了很久，无缘无故的跑进阴间一晚，很无聊，叫他站在这石牌楼下，一进去他就不出来，因为他不是差使啊，他不能进去啊，他站在那边等，一直等，邻人待久，哇，这个等了很久，不出来，生厌见心，讨厌，怎么一进去都不出来呢？见一大车从西边过东，带着四个娼女以及两个男子，四个娼女，两个男子，这个刚刚死掉的了，这灵魂了啊，刚刚死掉的娼女就是卖淫的女子了，总共六个吗？四个娼女，两个男子就是六个了。中间有个娼女是原有的旧情人，原有就是以前呢跟他好过，对，跟这个隔壁的人好过。一看，哇，这个熟人在这个地方，以手招接，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是吧？这美女就在车上，来，哎呦，我们是以前的老乡好的，你忘记了？对，我们以前老乡好的，所以登车同进，这车子一起上去了，一起上去了，立出庙啊，跑出这个庙啊，觅邻人不见，觅就是寻找，转问旁边，你有没有看到怎么样这个人啊？他长得怎么样一个人啊？他说，有啊，有一只车子来啊，他登车而去了，哇，完了，这是。这一堆是要去变成小猪的，他不晓得，他跟着去，是吧？糟糕了，然后回阳急至户门外，就是一个姓傅家的门外，一个居家，居民家，姓傅的门外，怎么样？见有一个新产的小猪剃头，不低，这一家家给必低要干，小猪剃头，所以你们不要乱跑，就是这样子嘛。动不动就变小猪了，其中一个就是邻人呢，怎么样？以手直杀之，抓起那个小猪啊，打了，然后啊，直杀，打一打，啪子给，马上死掉了，死掉灵魂就出来了，摄其魂呢归房，是把那灵魂呢摄受回来，回到这个房间执行，摇动它，摇动它，使它醒过来，一怒捏。就故意问他啦，你从我有音符，婆是义乎？婆就是很啊，很快乐吗？是义就是快乐。你跟我去有这个音符，很快乐吗？大爷，你这个人很无情啊！你把我放到庙前的石牌楼下，可你一跑进去庙里面很久都不出来。我刚刚觉得很阴间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老相好的一个娼女啊，邀我。离开这个傅家的门外，所以啊，同字一宿，宿舍的舍，同字一舍，相饮食，我们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东西啊，突然有个人把我的饮食夺起来，打我的相就是在前面叫做脖子啊，在前面叫做脖子啊，颈部嘛，颈啊，在后面叫做相，在后面就是相，打猪头的部位啊，头的后面呢就是相。前面就是井，后面就是像打这个地方，我便惊醒啊，有何乐乎？我正在吃东西的时候就被人家打醒了，有什么快乐呢？立孝以其故，就因为是他打他的嘛，还好他救了他，所以这个也不需要好奇了。人家说，你要到阴间去，要不要去？我才不去了。你要带我到极乐世界去可以，那你带我去看看。那这带到阴间去的，不，这个没有意思。那个有什么好玩的？阴森森的，搞不好又变猪。黄洪江就是一个在家人啊，亲闻其事，乃是发心邪道啊。黄洪江呢是偶遇大师在俗家的好朋友，所以啊有这个真可信呢、也真可信，就是也正业呢，这个是可相信的。由此一个故事看来，世俗人贪恋女色，善堕畜生之道；出家人若犯淫戒，当知必定是身啊，自身的遭众人的唾弃，唾弃就是轻贱的鄙弃，断绝供养。
穷愁潦倒啊，穷愁就是穷困，愁就是愁苦，潦倒啊啊，就是形容啊啊生活很难过啊，就形容生活非常贫苦，无法过活，啊，很潦倒，潦倒就是颓丧啊，颓丧怎么样？不得志，不得志，潦倒就是不得志，穷愁潦倒就是穷苦啊，穷困啊，愁苦啊，然后啊不得志。而后时堕地，卧于铁床，或抱铜柱，然后一烛燃火以烧其身，地罪必当受畜生呢、啊。详如八思经所说，可不惧哉。四十页，一介淫行啊，虚浮淫心呢、啊，淫心若浮，便不犯淫了。思路四种降服淫心的办法，以供初学者参考。那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那么就多念观世音菩萨啦。啊，再来第二种方法，观念法门。如果有男子女人多贪色欲者，即想如来马隐藏相，啊，就像马隐藏起来，啊，那么马平常不用的时候，它是缩起来的，啊，看不到的，哎，马在交配的时候，它会伸出来。啊，一心即止，这个马隐藏相啊，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因男根的意思，也就是佛陀的男根隐藏在腹中而不外现，所以称为因啊隐藏。那么就像马之意呢，所以马隐藏啊，即保你所问经见事载，如来之马隐藏相大人相者，那是亡古之事啊，唯谨慎己身而远女色啊，要远离女色，无量亿劫来远离女色，得到马隐藏相。啊，马隐藏相，哎，你不要去洗澡看看你自己，哎，这可能是马隐藏相，你不要弄错，那是萎缩啊，那是有病啊，那不是要马隐藏相啊，你不要你那个有病啊，所显现出来的东西你看不到，你当作是马隐藏相，不要把自己的看错了，哎，九想观，一人生了起九种观想，因心基础，第一个。常常想这个死人，哎，死人以后就膨胀啊，就肿了，啊，肿啊，这就是青瘀，瘀就是哎，血停止以后啊，啊，就是瘀，哎，血不流动了，那脸就会发青啊，啊，第四就是坏想，慢慢的坏，第五坏了就流出不清净的东西，就血毒想，血毒也慢慢就变成更浓，就浓烂想。浓烂以后就长虫，就虫蛋响，再来慢慢就散坏，在最后就是白骨响。同学们，我觉得这个很好用，白骨观呢、啊，哎，九响观呢、啊，这个很好用。如果营一心一起来的观想看看，啊，最好啊能够跟死人呢、啊，有机会啊相处看看，哎，跑到火葬场旁边呢、啊，或者是急诊室旁边呢、啊，哎，看看这个可以觉悟的，这个可以觉悟的。啊，有的人说师父，我用普门品也没有用，用观念法门也没有用，用九想观也没有用，用不见观也观不出来。底下讲不见观了，师父我该怎么办呢？那就麻烦大咯，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咯，那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办法没有？要不然就割掉咯，要不然怎么办呢？哎，所以这释迦牟尼佛说断因不如断心，那就是这样子的。那男人可以阉掉，那你女人怎么办呢？这个也不是办法了。所以啊，哎，师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远离，哎，远离，慢慢的冷静。还有一种办法，远离以后多替堂主做事情，体力精沛嘛，对，充沛嘛，多替堂主做事情，哎。这个洗马桶啊，拖地板啊，拖地板就一直拼命念佛，一个人常常工作他就会忘记了，他忙就来，忙不过来他哪里有时间想这个，所以我认为工作他没有想这个工作，哎，工作不停的替常住工作，不停的替常住工作，多拜佛多求忏悔，闲着不要闲，多工作，要不然就多拜佛啊，使这个身体这样，要不然就静坐。还有睡眠要少，睡眠多的话，淫欲心会比较重一点。
啊，淫欲心会比较重一点。再来，不净观，种子不净，哎，种子就是父精母血啊，哎，我们的父精母血本身就是不清净的了。住宿不净，母亲的子宫里面当然是住宿不净了。我们住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当然不清净，对吧？你来世想要去住进你妈妈的子宫里面吗？你难道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住莲花吗？所以你要常常观想，你坐在莲花上念佛。你要常常观想，你要坐在莲花上念佛啊！因为我们众生没有办法达到无相，那就要用观想的，常常坐在莲花上。你在念佛的时候观想，哦，你坐在莲花上。那我们这个文殊讲堂这个佛像很多啊。你看看哪一朵莲花你喜欢呢、啊？把它捡起来，贴在上面，把阿弥陀佛移走，换你站在上面呢、啊？哎，这个可以吧？可以原谅一下，阿弥陀佛可以原谅一下，对不对？暂时用一下嘛，我们不是说取代它嘛，对不对？我们暂时用一下，哎，多观想莲花，多些观想莲。我来世我就是要去那个地方，我就是要去那个地方，我绝对不去你那个子宫，去你的子宫有什么好玩的、啊？对不对啊？出来之后不清净啊，还要洗澡啊。哎，所以我认为不净观是很好用的。自相不净，自相就是外相，哎，外表看起来，哎，就是不净，意思就是我们的子宫里面的生出来的孩子里面的都有不清净的东西。自体不净，自体就是从里到外，自体就是内部不净，自相就是外在，外表看起来就是不净，这个外相看起来就是不清净。自体不净就指里面的体性是不清净的，毕竟不净就从头到尾都是不清净，就是毕竟不净。从头到尾，不管你讲到哪一个阶段，通通是不清净的。如是观想，遍知彼身通体不净，即知不净，怎么样？淫心立息，淫欲心立刻停止。犯罪要件，第一个是众生，哎，是众生，只要他是什么，是人，或者是神，或者是鬼，或者是畜生，哎，是畜生。哎，有一个爸爸书读没有读很多啊，哎，那都他学国语，他骂他儿子，骂说你这个畜生，他说爸爸你骂错了，那不叫畜生，那就叫畜生，那应该骂畜生才对。哎，第二是正净，是正净，凡是淫净一切自净。第三有染心，就是有行淫的心。第四起方便，就是任何的手段啊，方法手段。第五呢，与净合啊，碰到了那就算开源。被人强奸，哎，被人强奸，你要从开始到后到最后都不合作才可以哦。你不要开始，哎呀，不要不要，到最后哎很合作，那也算犯了，那不算强奸了，那也算犯了，啊，显非合奸嘛。第二，本无淫念，本来就没有淫欲的念头，显非不是贪婪吗？第三，不受乐想，受乐即犯，这是可以开源的。那犯罪初段，第一个若记五言，就是记五言，就是上面的犯罪要件，记住五种条件，记五言成犯，记住第一个是众生，第二个是正净，第三有染心，第四个起方便啊，第五个已净合，怎么样？如果记住上面的五种因缘，得重罪世界体不通忏悔十多第一啊，十多第一。第二发心准备行淫的时候，两个身体合合，止而不淫者，犯中方便可悔罪。中方便可悔罪。第三，若欲行淫未合合而即停止，犯下品的可悔罪，犯下品的可悔罪。好，第四，不忘已觉。42页，是曰不忘于。说心口相违，违就是背离啊，心想的跟口讲的不一样。说虚妄不实的原矣，欺狂他人，狂也是欺骗的，欺骗别人叫做妄语。此不妄语戒，正智不得说大妄语。正智就是说最重要的治这条戒律，是要治这个不得说大妄语。大妄语是说
自己有什么神通，证什么果，我是出国啦，我是二国啦，是三国，你证阿罗汉果，这是达旺语。是兼字附带的啊，那么大妄语是最重要的，那么附带的不得犯四种口过。妄语、妄言、绮语，这个绮语啊，妄语是说不实在的话，这个绮语啊是像文人所做的香艳之诗词，简单讲就是讲一些污秽不正的言语啊，导致男女的感情啊，增加束缚啊，这些欲望啊，叫绮语。二口就骂人，两舌就是挑拨离间。是小妄语及绮语二口两舌，如果是为了救护众生之急难巨苦，以及为摄护他人啊。这个摄护他人就是说想要解救帮助别人的意思啊，令回邪归正，这个回是转过来啊，回邪归正是转过来，止恶行善，自无犯戒心，方便妄语者皆不犯。所谓方便妄语是指全巧而能够救众生，那么稍稍妄语，这个有时候会救众生，皆不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犯戒的心，他想要救众生嘛。解曰：妄语有事，比一则妄言，为以是为非，把对的当作错的，以非为是，把错的当作对的，见言不见，这个见是指眼根啊，按照道理来讲还要加闻言不闻，是吧，闻言不闻的耳朵嘛，那么鼻舌身是结言不结啊，那么第六意思是知嘛，知言不知啊，不知言知，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见言不见，用一个眼根就代表六根啊，就代表六根，是见言不见，不见言见，看到的说没看到，没有看到的说看到，虚妄不实等。妄言的意义也就是心口相违，起气狂心，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举例来说，以是为非，所以就是见言不见啊，把对的当作不对，那见言不见，把不对的当作对呢，就不见言见，你明明没有看到，那你说你看到了，所以你这样不对，把它当作是对的。所以这种虚妄不实的言语啊，即名妄语。佛经说妄语有八种，第一个是见言不见，不见言见，这个是眼睛啊，耳朵的话是闻言不闻，不闻言闻，是吧？那么这个觉是指触，要接触到，那么就鼻舌身要接触，就觉言不觉，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觉悟的觉，就是碰到的意思，触觉触到，觉言不觉，你有感觉吗？有。有说没有感觉，没有感觉说有感觉，觉缘不觉，不觉缘觉，那么这个就六种啦。再来就知言不知，不知言知，这是指一根啊，是言耳，然后鼻舌身，然后意，这刚好有八个。一个见一个不见，闻一个不闻，觉一个不觉，知也不知，刚好全部颠倒。这八种妄言随便犯一种，皆得中品可悔罪。
中频就是比上频还轻一点，比下频还重一点。若见闻觉知啊，便言见闻觉知，不见闻觉知，便言不见闻觉知，叫做四圣言。四圣言就是如实讲啊，老老实实的说，实地经这么说，是实于之人。说老实话的人呢，其心端直，他的心呢，端就是正，他的心就比较正直，比较正直，易得免苦，因为啊，比较容易免除这个痛苦，因为啊，你这个常常讲妄语的人呢，那么所做的都是啊，违背因果啦，或者是自己为聪明啦。譬如愁林异木啊，愁就是繁多的森林，这个密林当中啊，就是这个森林呢很稠密，异就是拖出来，弯曲的木啊拖不出来，卡在里面。如果这个树木比较直的话，容易拖出来啊，因为它是直线的嘛。那如果说树木是弯的话，那就拖不出来。树木是弯的话，你怎么拖都拖不出来。拖东边的卡在西边，就往西边的卡在东边。表示说直则易出也。这当然表示直心的人容易超越这个生死的痛苦的意思。易出啊，站在这个法的角度来讲，如果你一个人直心不讲妄语，就容易超出三界。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不会支付我们的本性，是直则易出，容易脱颖出来啊。如果在稠密的森林里面，直的木头，直的这个树木，也容易比较被人家拖出来。妄语者法不入心，所以也难解脱。妄语的人呢，常讲谎话的人呢，他所说的话他们不入心，是很难解脱。过去罗侯罗幼时啊，年纪很小的时候啊，常伺候佛，这就是服侍的意思啦，服侍的意思，伺候。如果念伺候的话，就是真后的意思，念伺候就是做事者，所以常就是曾经伺候佛，释迦牟尼佛，欢喜狂言，专门讲欺骗人的话，师尊在室内的时候，人家来问他是师尊在吗，他说不在，如果不在，师尊不在的时候，人家来问说师尊在吗，他却说在，被欺骗的人很多，有的人就去告诉佛啦，佛自外面游化归来，便叫罗隐，你的洗澡盆取水来洗洗足，洗洗佛足，那么洗佛的脚以后啊，罗隐把水倒了，佛又叫罗隐，就叫他的儿子啊，就把澡盆覆地，你把洗脸盆啊覆着颠倒盖过来，那罗侯楼此罗隐呢，他就遵命啊覆盆，佛又叫他以水请住，这个脸盆盖起来的时候，再把水倒看，那水住过了，那问罗隐说水入盆没有，脸盆倒盖起来怎么可能注入水，当然不可能啊，答言就不入。说无惭愧的人妄疑复心，道法就不入，也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人不怀惭愧心，常常讲谎话，就会盖住了我们这一颗清净心，那么他修行就不能入道，亦复如是啊，也是这么样子。罗隐至今此次的训诫，终身不敢妄语，这个孩子也很可以教，一次教化就终身不会打妄语，这也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就不是像我们现在，
你有没有写信给在家人呢？没有。哎，过几天了，偷偷拿出去寄。哎，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教化了一次就教化。你晚上有没有偷偷的跑出去啊？然后从车库里面跑进来啊？没有。再过几天呢？师傅在楼下一看，有。啊，有，偷偷跑出去，当然不是修理车子啦，是吧？偷偷真的，真的出去跑出去，走一走，是吧？走一走，而且刚刚回来看师傅在，然后也不敢进来，躲在计程车里面，糟糕，师傅刚好在，不敢下车，叫那个计程车，你开前面一点，开前面一点，开前面一点，我师傅在那个地方，来到在前面下车，在那等。等师傅上来了，赶快去去去，你有没有出去？没有，没有抓到就没有，有没有出去？抓到有，这大家心里都有数哈，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知我也知道是吧？这也是妄语的一种，罗隐至今此次信戒，终身就不敢妄语。你看这个做一个沙弥，人家教化一次，他就一生一世就不敢妄语。二则其为装饰敷衍迷语，敷衍，这个敷衍就是没有根据，这个装饰，就像女人的装扮，就是打扮修饰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是说打扮修饰的意思，那么这个装饰简单讲就是修饰，这些语言修饰这些文词，让它漂亮一点。但所有的漂亮都是为了导欲增悲，增加人们男女的欲望，或者增加这个伤感啊，感伤的事情啊。所以呢，装饰敷衍，敷衍就是没有根据的话。那么这个迷语就简单讲就是说迷，本来讲就是损伤或者是腐烂的意思啊。听的这些会腐烂。也就是提不起悼念来，是吧？迷你之歌啊，我爱你啊，你爱我啊，或者是听起来说哇，这个结婚有多好，男女的感情有多甜蜜啊，怎么样子？其实这个是骗人，是吧？生命的那些无常的，这哪里有快乐呢？他把它装饰的好像有那么美好的一幕，是吧？艳曲情词，这个艳呢，就是跟爱情有关系的。艳当然就是男女色了，艳其情词增加感情之词，导欲增悲，这个欲是指男女简单讲就是说黄色的歌曲啦，或者是爱情的小说啦，导欲增悲引导人们呢受到男女束缚的欲望，然后增加感伤的内在使人们荡人心智，这个荡就是摇动的意思会动摇一个人的志气我本来他修行好好的呢，他一看着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的或者是唱起歌来，哇，这个美好，哇，他就想要还俗了，荡人心智，本来很坚强的，或者是一个人呢，本来工作得很好，家庭照顾得很好，结果听听的黄色的歌曲看看黄色的啦，或者怎么样子，家庭弃家庭也不顾了，外面就跟着又节外生枝了。轻浮之言，靡靡之语，艳也歌曲，艳也歌曲，那么这个艳也歌曲就是说异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的歌曲，就是艳也。这个艳也就是非常美丽的歌曲，比如说那个人家只要为你活一天或者是我没有你会死啦或者是看到你是怎么样子啦我不看到你是晚上睡不着啦是不能吃饭啦是怎么样子啦搞这一些言情小说通明奇语节能导向淫欲增长悲欢荡人心智，所以出家人勤居处
应该避免谈论男女情爱之事。啊，要来人家要来跟我们谈，我们也不要谈，也不要跟他讲。这其里若出自于文字，就变成黄色的歌曲、言情小说。那、比如说《西厢记》，那么这个《西厢记》啊，是杂剧的剧本，元朝的王室啊辅作的啊。那么乃是根据唐严缜传奇小说《啊莺莺传》，描写张君瑞跟崔莺莺的恋爱故事的《西厢记》啊。那《红楼梦》就更出名了。那《红楼梦》大家都晓得，这是章回小说，清朝的曹雪芹呢 所著的啊。另外一个叫做《石头记》，又称为《金玉缘》，那描述啊这个贾宝玉跟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主角啊，这个主线呢、那么就是大家都晓得，《红楼梦》也拍成电影，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这出家人也不可以写此类的文字，比孙记是李伯十善画嘛，有一个李伯怎么样，他非常的能够画这个马，李伯十善画马。那么铁面秀和尚大家称为他铁面秀和尚。喝之曰，铁面无私了，是吧？说你士大夫难以化名，你又以化来出著名，是吧？何况又化这个马，其只是希望有人来夸你妙，其一人夸妙只是希望有人呢、来赞叹你画得很好，但是呢妙入马腹中，一足俱矣。但是你的妙到最后啊，会妙到马的肚子里面呢、一足俱矣。因为那个万法唯心，知道吗？你每天都在画马，你把你的心意识都在想马，那你不投胎成马，那就奇怪了。就站在唯识学角度来讲也是一样，你每天都在想马的身体啊，想马的头啊。想马的这个脚啊，你不跑到马的肚子里面，这才是奇迹的。你站在唯识学里面讲的话，这个道理也是讲得通。那如果我们要画的，每天要画佛像，要画的，因为雕塑这个意识的话，要每天要画佛像。如果有开画佛像的话，这个我们赞成。我为什么呢？不过你们那个一开始画佛像那个不能拿起来供养，也不能看，晚上会做噩梦。你们画那佛像能看吗？那一看，哇，怎么比自己还丑呢？所以我们如果要画佛像，请专家来教，要慢慢画，可能要画好几年。画佛像有眼镜的人家还给佛还戴个眼镜，奇怪，那释迦牟尼佛没戴眼镜，还得画个眼镜，还是金边的，还是黑片的，是吧？你这样会看还挂黑钱呢，是吧？自己创造，是吧？我们现在画佛像还是不行，这画佛像都要请专家来画。你说你很妙啊，妙啊，到有一天呢就跑到马的肚子里面去，一足俱那是很可怕的。博士，这李博士啊，就遂罢笔，就停笔了，师就劝啊，要画观音来除过。你画画佛像嘛，对不对？这个黄鲁子就是黄庭坚呐、公晏子，这个公啊就是专门呐、这个公就是专攻仪公就是擅长仪的意思啊。这个黄庭坚呢，擅长于这个做黄色的歌词啊，黄色的文词。那诗意抵喝之，抵就是喝者。大声的喝着呢，黄笑曰：“上次啊，这个李博士被你骂了，你是不是又说我这样写这个，又当自无以马腹中呢？你是认为我这样做这些黄色之词，也会跑到马的肚子里面呢？”这个铁面秀和尚就说了：“这燕词动天呐、动到天下人的淫心。”那不止马腹喽，
不只是马腹咯，正恐生地狱中哦，恐怕会跑到地狱里面去哦。这马腹还是畜生道还不错呢，哎，恐怕会下到地狱去，因为你增加人家的淫欲嘛。惶悚然毁一切啊，悚然就是恐惧的样子。哎，这个黄庭坚这黄鲁直啊，很恐惧的样子，毁谢遂立精进啊，哎，都讲劝告都会改变过来啊，不会说讲不听，举这个例子都可以改变过来，那么这还有救。三者就恶口是说为这个出恶骂力啊，这个念力啊，骂力，这个出啊，三个路啊，就是粗细的粗，用出恶骂力啊，这个力也是骂人等的意思。当面直斥为骂，当面直斥，好，面对面，我就这样呵斥你，叫做骂。旁讪啊，旁讪侧截，这个讪就是毁谤，在背后啊，这个旁就是背后。那不能是指旁边，在背后就毁谤人家啊，在旁边就是指背后的意思啊，谤善就是毁谤。那么这个劫呢，侧劫呢，积一也劫，二生劫啊，这个旁善侧劫，这个劫是指劫人隐私啊，啊，劫人隐私啊，意思人家有一点隐私啊，就拼命这样，怕人家不知道，哇，到处宣扬，到处宣扬，弄得这个僧团大乱，弄得这个众生里面对你很反感，啊，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小小的隐私嘛，你到处啊都宣扬人家的隐私，人家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你拼命让人家知道，啊，结名利，啊，旁善侧。劫名叫做啊骂力的力，恶以伤人呢，有如矛刺心啊，用恶口去伤人呢，有如矛刺心，所以谓之舌剑唇枪啊。若人话到口边呢，留半句，则是讥口的，恶以伤人，有为慈悲之道。身坏命中，堕落山途，或者是堕地狱，割舌令自啖死啊！进入这个地狱，割自己的舌头，吃自己的食，哎，让自己吃，或者是堕这个恶鬼道，口中蛆脓流出，蛆就是苍蝇类的幼虫，苍蝇的幼虫叫做蛆。啊，那些小小的虫啊，是吧？蛆脓流出，或堕畜生道，食啖粪秽，或者堕这个畜生道，吃一些肮脏的东西，人怪其声呢、啊，啊，人怪其声，人家听到那个声音啊，怪怪的，啊，罪必为人，啊，这个受罪啊，罪报受完了，哎。做人的话呢，面貌丑陋，貌相啊很不好看，口臭唇切，嘴巴很臭，那么变成兔唇，唇切就是兔唇，常遭他人毁谤，哎，毁谤，暗中啊毁谤别人叫做毁谤，常常遭别人呢、啊、暗中的讥笑毁谤他。四者两舌，为相持说彼，相彼说此，离间，离间就是从中间挑拨啊，使他们两个人不和，离间恩义啊，啊，本来啊彼此互相有恩吗？啊，互相有义吗？啊，然后呢，离间他们的恩义，哎、啊。挑唆斗争呢、啊，这个说啊，就是诱使别人做坏事，哎，诱就是一个言再一个秀，啊，诱使人、啊、诱使别人做坏事，啊，就是说，哎、挑唆斗争呢、啊，
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去杀人呐、啊？就怎么样怎么样子诽谤他呀？他是怎么样坏呀、啊？哎，其实啊，哎是利用别人呢、啊，利用别人呢、啊，替你报仇。两舌就是一个舌头，说两样话，说好说坏，翻云覆雨。这个翻云覆雨是比喻啊，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翻云覆雨，就是手段很高明，变来变去的意思。苏州就是江苏了。江苏有一句谚语，这个苏谚就是江苏有一句谚语说，嘴巴两片皮，说好说坏都是你，说好的也是你，说坏的也是你，所以叫做两舌。离间就是在中间呢拨弄是非，使双方不和而分离。挑唆呢，就是、挑拨是非，唆使双方互生恶感。举例来说，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遇上个两舌的人，向甲说乙的坏话，向乙又说甲的坏话。经过他们一番的挑拨离间，最中意的好朋友就变成了冤家，互相的斗争。当然也没有智慧啦，什么事情要查清楚嘛。将来你们要做人家的师父啊，那就更不可以听片面之词，更不可以听片面之词，要什么事情要查清楚。不能人家讲就相信了，人家讲就相信了，那你的徒弟里面会对你没有信任的。像我的话，你跟我讲什么都没有作用，我一一来求证看看。我今生今世啊，很少受到人家影响的。你讲了我只是笑一笑。你呢？不过我们这个僧团很奇怪，也没有人来跟我讲谁的坏话，也不会，大家都是出家人，持戒都蛮清净的，也不会来跟师父讲些什么，但是我也不受你影响，什么事情我们调查，调查清楚以后要责备再来，我们不会听片面之词，我为了僧团，该讲的还是要讲，那不这个不是诽谤了，这是为了僧团了，这完全不一样了。出发心完全不一样。诚实论里面说，小圣的诚实论说，善心教化，我们呢发这个善心来教化对方，虽然是让他们离别，也不得罪，不得罪啊。为什么？让他们两个保持一个距离，彼此互相尊重，讲讲这些暂时的这个妄语两舌这个当然不得罪啦。如果以恶心令他们斗乱，那么就是两舌，得罪最重堕三恶道中，四是得弊恶破坏眷属。弊恶就是不好的。破坏眷属就是说，我碰到了这个讨的媳妇或者嫁的丈夫到哪里都是争乱斗乱。因为今生今世离间了破坏他故，破坏别人，是信口就是随便开口，信口就是任意的意思，这个信就是任意自己随便开口，不经对跟错。此黄呢，它是一种矿物名，也就是鸡冠石，黄褐色的可以做颜料，古时候写字用黄纸写错了就用此黄涂了，重新再写一遍。那么后来人把他说胡乱篡改叫做此黄，随随便便就改叫做此黄，所以这信口此黄就随便说话，就像讲信口开河的意思。讲了又改，改了又讲，就是信口此黄。乃至前意后悔。前面在前面赞叹人家，哇，你某某法师很了不起啊，你怎么样子？背后诽谤，背后就诽谤人家，面是背非当面讲是，而背后讲非，证人入罪证人入罪，就是我做证人，他有没有罪？有，证人入罪，这个也是不好的。发现人短，专门讲人家的短处。都是妄语之类的嘛，发心人短，
这样不好，人应该有所修养嘛，啊，有所修养嘛，仁厚之心嘛，以养天地之德，啊，动不动就要讲人家的缺点，那你本身是什么？是圣人啊。妄语的范围很广，除了上面举例的四种以外，乃至当着他前称意，转过身后便诽谤。对面随众顺理说事，背后私心用事道非，道也是说非了，道就是说嘛，哎，就说人家的非，是是非悔意啊，信口雌黄，哎，信口雌黄，这个信口雌黄啊，哎，就是刚刚所讲的，哎，不顾事实，随便乱说，哎，发闲人短，就说是乱讲话的意思。这只图怎么样？只图自己呀、啊，啊，利益，不顾他人死活，哎，不顾他人死活，或复以恶心作证，使他人入罪，或者是以恶心揭发宣扬他人的阴私短处，哎，阴私的他有一些短处啊，缺点，哇，他怕全世界的人不晓得，哇，赶快讲，赶快讲。哎，这个罪很重，这个就变成说事重过了，这变成说事重过了。人家本来对三宝很有信心的，被你一讲，那是失去信心了。你本来是开开玩笑跟他讲，哎呀，某某法师有什么缺点呢？你不想，哇，他怎么是缺点呢？他本来对他很有信心的，完了，是吧？好了，不听了，哎，不听了，哎，不相信三宝的话了，以后你跟他说话，他也不听了。哎，这个变成说四众过了，这个犯菩萨戒的十众里面的四众了，所以啊，我认为这个修这个不困难，反正就是沉默寡言，该讲的讲，公事讲一讲，其他的个人的私事，我们就念我们的佛。哎，如果实在不得已对那个人很不满，说你对某某人有什么看法，你就说不以自评，哎，顶多就讲讲，我不以自评，哎，不以自评。那不以自评，人家就晓得了。那你也没有想，没有伤害到人家，对不对？啊，我不以自评总可以吧？我不讲话总可以吧？凡此言行，皆妄语之类，是出家人切不可犯此过失。太公说：欲量他人，先习自量。你要量别人，对吧？先要量量自己。伤人之意还是自伤。你想要伤害别人，伤害到最后，还是自己伤害自己。啊，含血喷人，先污自口。哎，敢会不听啊？哦，含了这个血要喷人，还没有喷到能喷到别人呢。别人能不能让我们喷到？我们的嘴巴都已经先肮脏了。哎，你起一个恶心呐、啊，妄语啊，要诽谤人家，那么你已经先染污了自己的，染污了自己的。那么尤其啊，我们呢、啊，出家人更应该随喜赞叹。啊，僧团随喜赞叹这个出家众，让那些在家众更加有信心，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对不对？我们要随喜嘛，啊，比如说你们回到家里面呢，啊，你们家里人本来对三宝没有信心，哎，你跟他讲，哎呀，我们这出家的僧团呢、啊、怎么样好，我的出家人怎么样慈悲，我生病的时候是怎么样照顾我，哎，你妈妈也感动，哎呀，我儿子这样生病，哎，你们这些法师都这么慈悲，哎。妈妈也是，那我也要信佛，对不对？你不要说，哎，公家公平出家长，啊，我嫌我的巴肚疼也唔插我，拜托伊买一个药也唔敢买，那讲的通通是不好的。那你家里人一听起来，哇，怎么出家那么可恶呢？就是啊，妈妈，明天我们去拜我再不去呢，连我肚子痛都不买药给我儿子吃，是吧？所以这个有时候啊，回去讲讲几句好话，变成度他也不一定，啊，度他也不一定，那现实，哎，有一些僧侣，这个老和尚有感触了，说现在有一些出家人或者是比丘尼，为了拉信徒啊，不惜用妄言恶口毁谤邻近的寺院，哎，这个倒是很多，哎，我觉得老和尚啊，哎，洞察了现在的这个状况。现在就是会这样子呢，啊，怕供养太少了，怕自己的、地位被人家剥夺了，哎，某某人怎么样，某法师出名的法师怎么样，
是吧？哇，就攻击他那个道场已经很有钱了，他是怎么样子啊？哎，你来供养我们好了。妄以为这样可以使邻近的寺院的信徒啊，到自己的寺院来拜拜，这是最糟糕的。哎，若有佛法心，应该生战身嘛，对不对？哎，他不是，他怕，他以为毁谤别人呢，就以为增加了自己的尊严，这不对的。岂知信徒听到你们出家人互相公宣啊，啊，怎么样？为了避免是非起见，干脆以后都不到寺院去。如此的蠢行，既损人又损己，切惜痛感。我们千万不要去攻击任何一个道场。啊，每一间道场都有它的功能性，都有它的功能性。啊，佛教里面呢不能互相攻击，这攻击啊是佛教的致命伤，两个都得不到好处，都得不到好处。萨婆多罗里面说，若像白衣说比丘的罪恶啊，就是说如果你像在家人，包括你的父母，一切最亲近，只要他是在家人，哎。你像石曼，有时候他问我某某法师怎么样，我说这不关你的事情，你吃你的饭，贱派，讲我贱派，个性拢无改。我说本来不是不，你来家吃饭就点点吃饭就念佛得福，出家人的事情就不是你的事情啊！现在都不敢问了，现在不关你的事情，你我怕自己的母亲跑到地狱去，对不对？这生存的事情根本就不关你的事情，好啊那样。啊，你讲，没你的事情，对不对？连我自己的母亲都要干涉这个生产，我就不要跟他知道，你反正你就吃你的饭，你不要讲什么话。哎，一共哼，够派，哎，派我们在做书，不被做他。嗯，所以啊，是我们出家人就这样子，跟这个在家人就一直画得很清楚。千万不要跟这个在家人说什么僧团里面是是非非的事情，不需要。哎，很简单，我们用一句很简单，就算我们僧团有过失，我们用假设的，不要说没有，就真的这个比丘有过失啊，那么你去跟在家人说，只有坏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相不相信呢？你有什么好处？你讲看，你想想看。你今天你跟你爸爸妈妈讲出家人的故事，你有什么好处？对，不但没有好处，会断你父母亲的慧命。他动不动哎，问好处给熊怎样？嗯，在家讲，嗯，安怎？那里安怎？哎，完蛋了，你毁谤三宝，哎，不是跑到地狱去吗？那不是帮助你爸爸妈妈断你爸爸妈妈的慧命吗？哎，所以到现在，你像我们最亲近的师父的那个，每天就在这里说嘛，我都叫他不要动到生产，你不关你的事情。不是跟他这样讲的，哎，像台北的三哥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在台北看到怎么样？哎，出家人怎么样？我说你敢，你静静的，你不要讲话。来到我这个身上就不准讲出家人，哪一个道场通通不准你讲，哪一个法师通通不准你讲，除非他是邪知邪见。你现在邪知邪见，你像什么李俊南那个，那是跟哪里真的是出家人讲的那个法，他根本就不，这根本就是就乱讲。破佛的自见，表面上的讲是劝人为善，那根本就乱讲。那么这个的话，就刀下不留人。这个破佛的自见，那么这不可以，伤到佛教的法身慧命。只要他是自见是正确的，你不管他修没有修，现比丘像，你就必须把他当作佛。所以说，若向白衣说比丘的罪恶，此则前人于佛法中无信敬心呐、啊。没有信心，这个多可怕呢！宁可破坏塔坏相，你宁可把这个整个讲堂打掉，也可以把这个佛像把它打烂，怎么样？不像俗人说比丘的过恶，绝对不像世间人说比丘，当然包括一切出家人呢、啊，一定不像任何一个在家居士的在家人呢、啊，说我们出家人的过恶，为什么？他没有信静心，你就渡不进来。他的法身慧命要靠信呢、啊。他没对你的出家人没有信心，你完蛋了。那你跟他讲什么也没有用啊。哎，讲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最过很重的，就说是重过，就罪非常重。说比丘的过恶，若说过恶则坏法身，你想想看呢、啊？坏法身就是断慧命啊。
若说比丘的过就是则坏坏法身慧命啊，对，哪一个人跟你过意不去，你原谅他，你也不需要回到家里面是哪一个出家人对我怎么样子，不需要这样子，不要互相攻击来攻击去，啊，所以僧团里面做僧结魔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在家人知道。要不然在家人的话，他知道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他开始诽谤出家人，他诽谤出家人，你就要下地狱啊！这佛慈悲啊，佛慈悲，比丘戒这些戒律都不让出家人听，为什么？有没有听了以后他懂得太多了，他每天都看出家人的过失，那完蛋了，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跑到地狱去。佛实在是大慈悲的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向俗家人说出家人的过恶会永远不得成佛。你想想看，向俗家人说出家人的过恶会永远不得成佛，因为他的法身已经坏掉了，你已经断掉他们的慧命啊。所以这个赞叹的功德无量，但是你这个回谤的功德也是不得了。他不好是他一个人的功德，我们僧团我们原谅他。哦，我们呵护他，让他有机会慢慢的改过。那你一直讲他的坏话，那么给在家人听，那更糟糕。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有一个俗家人呢、啊，写了一本书啊，挽救台湾的命运呢、啊。他的发心是好的，他的发心是好了，对吧？但是他不知道外道会用这个来攻击出家人。那他俗家也干涉到这个出家人，他发心是好的，但是他不晓得佛的戒律用心。啊，佛难道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吗？出家人的过失难道佛不晓得？末法的众生难道不晓得是众生过根器漏裂吗？他佛比我们更了解，他一直治这个啊，不得向这个俗家人说比丘的过恶，而这个俗家人他不晓得，他以为他为了护法，结果怎么样？他写了这个说出家人怎么样不好，结果那一本散发了几万本呢、啊，妙莲法师一看了以后还害逃。太早啊，因为他是皈依妙莲法师的嘛，就赶快叫他停止，是吧？这怎么写这样子呢？半夜就赶快打电话过去，你这怎么发行这个呢？这出家人有祸事，这个不关你在家人的事情啊，就赶快停止。可是已经散发出去很多了，啊，他认为他这样在救佛教啊，悲哀呢，他还是个大居士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啊、要了解这样子。了解戒律学的，他发心是好的，但是他却不了解佛的戒律，就更糟糕，跑的变成怎么样？造恶。所以我们自己跑到地狱去，我们都不晓得是为什么。轮转五道经里面说为人喜传能恶，实入地狱。在做人的时候啊，每天呢都喜欢传人家的坏，你看实了以后就跑到地狱去。羊铜灌口，羊铜就是融化的啊，这个铜融化的意思，羊就是融化，融化了这个流体的液体的这个铜啊，灌到你的口啊，灌热开水就受不了了，灌羊铜了还得了？拔出其舌，以牛犁耕之，犁就是耕田的工具啊，来耕之，后转身为恶鸟。这个恶鸟，这个鸟不但是人家不喜欢，还怎么样？人家。哎，听到他的声音，人闻其声，莫不敬步。你看，这做鸟还不好，还叫出来的声音，人家还不喜欢听，叫了以后莫不敬步的，奏令其舌，哎呀，就拉他叫了，唔想叫，邓声叫嘛，咔嚓嘶嘶耶，啊，叫个迄个声，拍听死啊呢，听到他的声音，大家都讲美，讲叫咔嚓嘶耶啊呢，这叫嘛真无忌惮，已经无忌惮了，他叫的声音，人家要奏令其舌，哇，这个是真的是。